大家好，我是著名音乐家王洛宾先生的儿子王海成。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和了解王洛宾先生留给世人的那些美妙动听的歌曲，像《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尔文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青春舞曲》。其实，在这些歌曲背后，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美好感人的故事。在本期节目中，就由我来给大家一起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本期节目，我要给大家一起分享的一首歌曲《蚕豆摇》。《蚕豆摇》这首歌曲呢，是王洛宾1941年到1943年在兰州监狱里完成的一首歌曲，它是写给监狱里的一个小孩的。那么这个小孩是谁呢？这小孩的爸爸是罗云鹏，是兰州地下党的工委书记。他的母亲叫樊桂英，也是兰州的共产党员，他们因为宣传抗战被关到监狱里了。啊，王洛宾呢，也是因为宣传抗战被关到这所监狱了。1941年的春天，王洛宾到兰州和自己的妻子洛珊解除婚约。啊，办了离婚手续。他在回青海的路上就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抓捕，投入到兰州监狱。王洛宾万万也没有想到，自己就是因为宣传抗战，又不是共产党，还被他们冤枉的关到这个监狱里来了，非常冤枉。但是没有办法，在监狱里面度过了3年的时间。整整3年，这3年他和所有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关押在一起，因为他是重犯，记得在1941年在兰州被捕以后，西北的车叫轿车，跟一个轿子似的，那个坐在车上，把那个帘子放下来以后啊，自己看不见外边，外边人也看不见自己。当时从城里边坐上这个车，车沿上那个赶车的人，也是押解的人，后边还跟着两个这个押解的人。我当时就写了一首《炊烟》，等于解图这个押解的路上，自己。当时也不生气，也不害怕，感情还是很松弛的，再创作一首歌。等到了监狱里以后，就马上把它写出来了。荒野里，夕阳暗淡，囚车的木轮挣扎旋转，车夫暴躁地打着皮鞭。野兔惊慌跳进自由的麦田，秋人平息，马儿弃喘，前面是无尽的坎坷路，后边盯着几只冷情的眼，饥饿的黄昏哟，炊烟总是那样遥远。当时这个炊烟不一定是指着做饭的烟了，也就是自由。把自己装到车上，后边两人压着，前面一人赶着车。这个曲子呢，还是用
念书时候有点这个古曲味道，但是又是古的旋律新的感情一种结合的。荒野里夕阳暗淡，囚车的木轮挣扎旋转，车夫暴躁地打着皮鞭，野兔惊慌跳进自由的麦田，秋人平息，马儿起床，前面是无尽的坎坷路，后边顶着几只冷清的羊，饥饿的黄昏哟，炊烟总是那样遥远。进了监狱以后呢，国民党特务就严刑拷打他，逼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他不是啊，他没办法，他不能胡说。后来国民党特务就拿出了一张照片作为一个主要证据。这个照片是什么呢？他和一个共产党员合影的一张照片。这个人叫丛德姿，是当时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办了一个进步刊物。这个丛德姿是一个刊物的主编，王洛宾是他的好朋友。这张照片是在青海的塔尔斯拍的。那么为什么他们俩要到塔尔斯拍这张照片呢？是当年丛德姿到青海去采访，王洛宾陪他去了一趟塔尔斯游览，两人有一张合影照片。这丛德姿被捕以后呀，他们就逼着王洛宾承认他也是共产党。这张照片是他们两人在青海秘密联络的时候留下的证据，但王洛宾坚决不承认。后来打着皮开肉绽，王洛宾突然想起一个事来。什么事呢？他想也许特务们还掌握我其他的证据，要不然每天都严刑拷打我什么证据啊？王洛宾曾经在1939年在兰州碰到一个北师大的同学，这个人是从苏联回来的，据说是共产国际。他们俩在一个酒馆里喝酒的时候，那个同学悄悄地拿出一张表格，上面标的是俄文表格，因为王洛宾会俄文嘛。他说：“洛宾，你填个表吧。我现在是代表共产国际回来，要去延安，你填这个表，你就是共产国际的党员了。”王洛宾也就很高兴啊，稀里糊涂就把这个表填了。他填的时候，他用他的名字用俄文填的，有这么个故事。王洛宾当天晚上在那个牢房里面就被打得浑身疼呀，他睡不着，他翻来覆去在想，是不是特务他们拿到了我填写那个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员那个表格了。结果呢，第二天特务们又要拷打他审问他的时候，他发现那些特务们都没有什么文化水平肯定他们也不懂俄文俄语因此呢，他把他这件事就隐瞒下来了。晚年王洛宾曾经说过，他曾经填过共产国际的这个表格王洛宾他们在监狱里那个条件非常艰苦他被关在那个一个大牢笼房子里面的12个小牢笼，他是要犯嘛，他关到他一个小牢笼里面王洛宾是5号笼子，笼子的对面6号被关押着一对母女，这个女的叫范桂英，这个还有一个小孩，小女孩也就是2-3岁，
叫罗丽丽，啊，他的父亲叫罗云鹏，是兰州地下党的工委书记。有一天，这个大家在院子里放风晒太阳，这些囚徒们，这个小丽丽呢，因为她小嘛，她可以到处乱跑，她突然从外面跑回来了，手里拿着捏了个东西给大家，夸耀。他说：“大家猜我这手里拿着什么？”大家就开始猜了，有人说是馒头，有人说是包子，也有人说是水果糖。小丽丽摇头：“你们说的都不对，那大家都猜不出来了，是什么？”他一晃打开了，是三粒大豆。大豆就是我们南方人叫蚕豆，北方人叫大豆，就是炒着吃的那个，啊，是大豆。哇，大家一看，非常伤心。你想想，这个小孩他是在监狱出生的，现在已经三岁了，到水果糖都没吃过。他认为这个大豆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他的母亲樊桂英当时就嚎啕大哭，没办法，啊，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掉泪了，王洛宾也掉泪了。回到牢房以后，王洛宾就拿着那个国民党监狱里发的那个劝降书的一张纸，啊，在他的背面用牙膏皮，当时那个牙膏是那个铅做的吧，牙膏皮，啊，可以写出字来，像铅笔一样的，就写了一首歌给这个罗丽丽，就叫《蚕豆谣》。蚕豆杆低又低，接触了大豆，铁身体。牢房里丽丽夸大豆，世界上出吃的数第一。小丽丽笑眯眯，妈妈转身泪如雨。街头上叫卖着糖板栗，牢房里大豆也稀奇。小丽丽有志气，妈妈的哭声莫忘记。长大冲出铁大门，全世界大豆属于你。后来呢，若干年以后啊，到90年代，王洛宾终于和这个小丽丽重新见面了。后来呢，这个因为这个抗战期间嘛，国共合作，那个他的父亲牺牲了，他的母亲带着罗丽丽被释放了，营救出来了。营救出来以后，他们回到山西老家。罗丽丽呢，后来做了一名人民教师，在那个运城的康杰中学当老师，退休了。他现在还活着，80多岁了。王洛宾和这小丽丽在运城见面的时候，两个人紧握双手，老泪纵横。王洛宾为罗丽丽唱了当年他写的这个蚕豆谣。罗丽丽呢，为王洛宾也炒了一盘油炸大豆，作为这一次的见面吧，一个永久性的纪念。这个歌曲《蚕豆谣》记录了王洛宾先生，他不但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而且呢，他是一个爱国的音乐家，也记录了他在兰州监狱的那段难忘的经历。